高会比较速度哈，因为每一分钟的旋转速度四分之三小了三四分之一，所以它地切割主要是选它的最高的三倍三。因为钻石它是越大，魔幻呀，大家一直看着看着看看人家，一样的是魔神耶，你看到了，他两几万倍，是三倍以上。再来第二种加工是整形哈，我买两颗金毫钻石，要把它们整理。我知道开钻石之前要买钻石，要睇四个 C， 佢包括咗重量、颜色、正度同埋斜高啦。好简单，第一个去买钻石嘅时候，肯定要睇买 A 买几大啊，买几重嘅钻石啊。佢个单位系用卡为计算单位嘅，咁一卡几重咧？得0.2 gram，亦会将佢按100分计。好简单，记住一卡100分，半卡50分，如此类推啦。咁0.2 gram唔系用喺首饰嘅买卖嘅，系未打磨嘅钻石嘅时候嘅单位嚟噶。咁重量看過之後，第二個是 color 顏色。其實天然形成的鑽石很大部分都是透明模式的，越白越透明的鑽石是越靚的鑽石，當然彩色鑽石的系列 fancy color 是除外啦。透明模式的鑽石會用字母等級去再分等級的，它最高的字母等級是 D E F G， 到下面二石都有啦。咁好多人都講啦，點解冇 A B C？ 從 D 開始，因為 D 係代表 diamond 嘅開始，所以 D 字係最透明模式嘅鑽石裏面係最白、最透明、最靚嘅等級啦。咁係咪都係講華語係先？功夫 OK， 我依個邊？功夫喺度啦。OK， 咁啊，功夫係咩？講夫人。咁咧。D E F G 一路落去啦，越往上面級別越靚越白越透明模式，越往下面走會越偏黃啦。第三正度啦，咁鑽石入邊有冇雜質有冇瑕疵就要睇個方便，不過咧唔係靠我哋肉眼去睇，係通過個10倍嘅放大鏡去睇啦。Novocaine 好多人都知道啦，10倍鏡睇裡面好乾淨。我哋簡稱完美嘅鑽石啦，10倍放大鏡睇唔到瑕疵啦。VS VVS 有瑕疵，但瑕疵係非常細同埋非常非常之細。呢一個係屬於高等品質嘅鑽石，咁用放大鏡睇，你都會睇到入邊好仔細睇，睇到會有好似針點咁嘅瑕疵啦。所以呢個屬於高品質嘅鑽石啦。SI1、SI2有瑕疵，但是呢個級別嚟到呢度咧，你會落鏡看到入面帶啲白花啊、泡黑點啊，甚至有啲花痕喺裡面。咁呢一個屬於一個中等品質嘅鑽石嚟啦。再落嚟普通級別 PK 1、2、3，普通級別當然會有瑕疵咯嗬。普通 P 1第一個級別，如果你哋睇啲10多份啊、30份啊左右嘅鑽石，眼力唔係好好嘅時候，你唔會用肉眼睇到嘅，仲係要通過落鏡，你先會睇到瑕疵嘅具體位置喺邊度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，我眼力好好噶，視力好好，睇慣鑽石，喺半卡裡面，你哋都會用肉眼，有時會睇得到。咁如果個瑕疵位置唔係咁明顯，或者喺啲側邊啦，或者喺下邊，未必咁容易啦。但係 P2、P3 或者更低嘅時候，因為雜質好明顯好多，唔使落鏡，肉眼都會睇到瑕疵嘅位置啦。This one, can you see you guys? Yeah, the bigger, 兩卡 ，two crack, three crack, yeah.這個呢，如果是兩卡或者三卡人，因為為什麼鑽石越大來到這個級別，這些會價錢會爭很遠，因為很容易用肉眼看到 color 一樣顏色。一會我會分開一些鑽石，有各種不同的級別給你看。第四個最重要的是一個很多時候那粒鑽石跟一個鑽石大小一樣，卡拿正度一樣，為什麼看下去為什麼這裡磨好像閃一點，我在另一個買的沒那麼閃，就是一個車工的問題。荷蘭不會出鑽石的，為什麼荷蘭會被稱做鑽石之都阿姆斯特丹，其實就是以打磨加工世界有名了，在400多500年的歷史的一個打磨工藝了。師傅每一粒石都可以磨到57個面，而且除了圓形的石之外，會有心形、方形、水滴形，各種形狀都有。最特別的是我們獨家專利切割121個面，目前這種切割工藝是我們公司的專利來的，其他地方沒有做。四個絲簡單看過一下之後，現在我會打開鑽石來看。很簡單，我現在開這組鑽石是非常非常之小，15份的鑽石來的，咁好細嗬，你或者會話：哎呀，點解開粒咁細嘅鑽石俾我睇？先感覺一下，雖然咁細嘅鑽石唔係要你睇哇雜質，你睇咩？俾你睇佢個閃光度切割工藝啦。嗱，咁我哋嘅師傅將佢磨到57個面嘅 cutting， 57個面，我哋嚟睇下啦嚇，好細粒，好細粒。不過咧，呢組石雖然好細，但係你睇下，望落去好 sharp 啊，好閃噶，你睇下。
呢幾粒石好閃，非常之閃。咁仔細睇之後，佢點解會咁細呢？因為重量得0.15克，即係15份嘅鑽石嚟嘅啫。咁樣咧，而且呢粒石你哋望落去 ，color 鮮肉嗱，好多時候點解嗱？從呢四個絲你會可以睇到啦，細睇到啦，哦，好細粒 ，color 顏色。佢折射有白有黃有藍，但係咧比較黃少少啦，呢粒係咪？你睇望落去，好簡單，一睇落去就睇到偏黃嘅多咗啲啦。因為呢粒石嘅定級 ，color 嘅定級係喺邊度咧 ？K 同 L 喺下邊啦。咁然後咧，正度係 SI 57個面嘅切割工藝啦。嗱，頭先已經講啦 ，SI 你話用肉眼點都唔會睇到裡面嘅瑕疵啦，嗬？你必須落個 note 落去，攞鏡先睇到瑕疵嘅位置。咁呢粒石咧，57個面嘅切割嚟嘅啫。咁好多時候話，哦，如果呢啲咁細嘅石都唔知攞嚟做乜好？嗱，好簡單，呢啲咧咁細嘅咧，可以雙對耳環，將佢雙喺耳環度生㗎呢個。嗱，你哋好多時話，哦，好睇少咁細粒石，唔知雙咩好睇啦。男士們都可以雙嘅喎。啊？雞？雞子？戒指又得，雞啊、鼻下又得，啲新潮嚇，唔係而家好新潮噶嘛，男士唔一定要，真係嗱，咁樣雙一對，咁男士可以戴邊嘅啫，係嘛？唔係講笑，我可以㗎，嗱、啊，你咁後生咁young喎，得嗱，呢啲可你睇到，雙一對耳環嘅效果啦。好似睇落去係細咗啲嗬，孫丹一粒睇啦，但係而家咁嘅效果可以睇到細細地，但係雙喺耳環度嘅效果咁啦。咁唔中意嘅話冇問題，嗱雙戒指嘅話係咁樣啦。哦，第一粒啦。你細細粒嘛，你嫌佢細嗬，嗱可以將佢。四隻。嗱，如果雙四粒排成一排，三粒、四粒、五粒都得，就雙喺一個牌鑽度啦。我哋簡稱個牌鑽。咁樣咧。不會覺得好細啊！頭先咧睇單一粒嚟講咧，好好細。咁當然啦，咁樣有咁樣嘅好睇嘛，係咪嗱？咁樣做個款式襯下襯下衫啊，或者啊平時咁粗大嘅粗格啊，係咪？咁都嚟睇下。呢個咁依粒石咧，好簡單，你哋會關心一下啦。誒、哎，依粒石咁大概要幾多錢咧？如果呢款式未必係你中意嘅，你可以話哦，我自己翻到去再諗下，攞嚟設計下雙乜嘢？馬幣係792馬幣，依粒石。咁如果你話誒、哎，我唔知點樣呢粒石翻到去點雙，或者點帶翻去，冇問題。喺度雙嘅話，嗱可以頭先講啦，正如你可以雙一對耳環，又可以雙戒指，又可以雙吊墜，都冇問題。咁我哋樓下有雙工部嘅師傅會幫你雙。咁呢一個咧，免費啊！雙工係免費，你冇講錯嚇。咁、那個湯梗係啦。你講係冇錯喎，雙工免費啊，唔使錢。但係依個托要收錢，點解咧？18K 金嚟嘅，咁18K 金。呢個18K 金咧，咁點計咧？唔同嘅款式有唔同嘅價錢。呢粒鑽石大細唔同，咁用個托大細都唔同，價錢都會有唔同嘅。咁好簡單，如果你話雙呢對耳環大概幾多錢咧？咁你可以雙一邊嘅喎。頭先講雙一對嘅話咧，價錢做好曬之後退税錢551歐一對耳環。咁如果再去減税，減咗税之後咧係462歐元，折成馬幣4.6嘅話，大概係2100。當馬幣嚟睇啦，400幾蚊咯。係咯，你咁諗就得噶啦。平好多嘅，支付好多嘅心。400多蚊啫嘛，我諗咩？啊，咁咧而家咧，我會再開一個咧係30份0.3卡嘅鑽石。大啲啦。大啲啦。咁而且咧，最緊要咧就俾你睇下。呢一個係睇個卡啦，顏色啦，睇下個鑽石有唔同啦。頭先嗰粒好明顯比較黃啲啦，而家依粒係咪白啲？係爭好遠啊！咁咧呢個啱啱好大概一倍啦，30份0.3卡嘅鑽石。頭先嗰個先係0.15卡，嗱，所以咧你好簡單，呢兩粒石爭好遠啊，好明顯啦。個 color 係咪爭好遠？一個係 I color， 一個係 KL 嘅 color， 係咪？大細爭好遠一倍。咁呢個咧係30份 color 係喺顏色係喺 I color， 正度普通57面嘅切割啦。咁如果呢粒咧石咧，好似話齋，如果雙一個戒指普通咁樣戴都得咯，係咪嗱？嗱，你話而家咁樣
雙嘅戒指，即係好大咯。嗱，嗱，比頭先嗰個大一倍咯，係咪？你睇望落去呢一個效果，嗱，視覺效果都唔同咯。嚇，我飲咗水啊，心越跳越快啊，而家。嚇，未使跳啊？未開曬喎，咁快跳？呢個仲係好細啫，你睇下咁快。唉，呢個先係30分嘅鑽石，0.3粒，你可以做戒指，又可以雙吊嘴，都冇問題。一粒石嘅價錢退税前580欧元啦，你去減税16% 税之後咧，佢係487欧元。一粒。一粒。啊。四點六，馬幣2000元，等於頭先嘅做對耳環嘅價錢。退税，你啱啱講退税，冇講個價錢咯。嚇？講咗啦。價錢啊。580嘛。退完税487嘛。哦。税後480。税後税後。係啦，税後就2200馬幣，同等於頭先雙對耳環連托雙買一齊咁嘅價錢啦。咁依個咧，你話我覺得仲係未夠大可。未夠，呢度嘅掟得好高嘅。係咯，睇粒方寸先。掟得高。嗱，而家我哋飛過頭嘅咩？你翻嚟啊！翻嚟講冇咩都冇送咗噶啦。抽血啊！嗱，呢一個咧，睇一個唔同嘅切角。靚啊！呢個靚啊！方轉嗱，男士們啱啦啩？嗬，呢個靚啊！四四方方，四四方方，大粒啫咩？賺四方錢嘛嚇！嗱，呢一個係方轉啦。咁好多時候話咧，點解呢粒石同頭先呢啲係唔同咧？因為呢個切割工係 Princess Cut， 真係嘅方鑽。靚呢個，呢粒圓，所以咧好多人都會中意圓形石咯。圓形石會好似燦爛型閃啲咯，係咪？而家馬上我會打開嘅係121個面嘅切割工藝啦。咁嗱，頭先既然係啦，係我哋嘅獨家專利切割啦。嗱，頭先你哋睇到呢粒石，雖然你話我呢粒石。嗱，冇啦，睇粒大嘅先嚇，跟住轉頭再，因為呢粒你哋都嫌細嘛，係咪？嗱，呢一個望一望先，呢一個兩卡零九卡拿去到 E 卡拿啦，嚟到 E 卡拿呢度，正到係 SI one， SI one 啊 ，yeah， 嗱，咁呢粒石咧，卡拿同埋個大細卡拿同埋個車工配合得非常之好啦。正到嗱，如果你話我有興趣想認真啲望清楚入邊嗰個切割面真係係咪比57面仲要多一倍嘅面，你可以睇啦。嗱，放大鏡喺呢邊，咁咧呢個係10倍鏡嚟啫嚇，你唔可以問我攞個超過10倍嘅嗰個顯微鏡睇細菌，唔係睇鑽石喎。咁咧一定係10倍去睇嘅，你去邊度買鑽石睇鑽石必須要10倍，超過10倍唔合規格，低過10倍都唔係標準嘅，所以啦。依個靚啊！哇！你嚇假嘅，大粒假嘅，你唔好睇，冇理由係真嘅。